青年杯排球赛分社会、高中、国中、国小男女一共八个组，同时在四个场地进行。社会男子组东吴队以2-0击败了青友，高中男子组石信以2-0战胜了西湖，国中男子组营桥 A、新雅和成渊三个队获得了胜利，国中女子组金华以2-0打败了兰州。国小男子组大安以3-0赢了太平。这项比赛是在台北市立体育场外面空地上临时搭起来的球场，唯一的缺点是风沙太大。